陈友的长厨坊吃，我们在泰鲁阁国家公园，也就是俗称的整个从早期的苏花公路改为苏花改，我们再次的转换人类从错误的颠倒回到生命的实相世界了。轮回不断，我们从久远的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、古中国，直到我们的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生生世世都在轮回不断。感恩2567年前觉悟者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净土，只要放下我执、法执，相信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就回到西方的净土。感恩台湾福尔摩沙，感恩台湾神仙岛，在台湾的所有的万姓万邻，这是我们的福气，这是我们累劫累世来有一个清净的念头。让我们在此相遇，让我们在此能够扬升灵性，灵性不会生病，不会死亡。只要您相信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当下我们回归西方极乐净土。当下就是净土，当下来到人间，每一个当下就是喜乐，不是背后的万姓万灵，即是佛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遍无上正等正觉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能够遇到善知识、会善知识及善知识与愚处，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，将从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，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，并转换自身的神经、血液、细胞、染色体、DNA、RNA、基因、原子、原子核、质子、电子、中子、微中子、微子、量子、光子、超光子，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，转换成无量光、无量寿。感恩在感恩无限的感恩，弟子身众愿十年愿本身睡故在所不惜，法身遍满虚空，承担与一切，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。归佛归法归身，归佛两足真，归法律真，归身种种真，归佛离开地狱道，
皈依法离开恶鬼道，皈依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皈依佛净，皈依法净，皈依身净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身，皈依佛两者真，皈依法离欲真，皈依身众中真，皈依佛离开地狱道，皈依法离开恶鬼道，皈依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皈依佛净，皈依法净，皈依身净，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身，皈依佛两足真，皈依法离欲真，皈依身众中真，皈依佛离开地狱道，皈依法离开恶鬼道，皈依身离开畜生旁生道，皈依佛净，皈依法净，皈依身净，皈切皈依法净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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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